大家好，这里是神医说王者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字活套解的打法。首先，我们把一根绳子打好对折，然后把下面这个绳子绕过上面的绳子，然后在上面绕圈。一般呢，我们缠绕3圈以上就可以了。然后把绳头从这个绳孔中间给它穿过来，再穿回后面一流的绳孔，穿过去。穿进以后，我们给它收紧，给它收缩整理一下。这个呢，一字活套结我们就制造完成。这个一字活套结呢，我们只能拽着其中一根绳子给它收缩啊。这个一字活套结呢，在生活中也是非常实用的一种绳结啊。当你收紧以后，这个绳结呢是不容易回松的啊，非常结实，非常牢固。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绳结知识，可以点击视频左下角去看一下这本书啊。这本书呢，里面是彩图配文，里面呢有很多的生活中实用的绳结技巧，大家不妨去看一下。